鸟先飞，又是美好的一天，先做一下准备运动，一二三四八，哦，我的腰啊，看来我得多做一下运动了。对了，我要去喂鸟了。哦吼！嘟嘟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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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鸟儿，我来了。鸟儿还没起来呢，先把饲料放好吧。睡得好香啊！倒霉先生把饲料放好了，哟，吃饲料喽！哎呀，好困呐！他们都在吃饲料了，都快吃完了。好棒啊，撑死了，没饲料吃了。睡得好香啊。倒霉先生把饲料放好了。还是好困呢。又比我起得早，他们已经开始吃了。他又来晚了，又没饲料吃了。我明天一定要早点起来。会够早了吧？倒霉先生还没来，我在这儿等他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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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鸟儿，我来了。嘿嘿嘿，你来得好早呀。嘿嘿嘿，吃吧。好多饲料啊。今天终于吃到饲料了。好饱啊。他怎么起得这么早啊？饲料都被吃光了。以后我要天天都起得这么早。笨鸟先飞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如果能力差的话，也不要轻易放弃，不要气馁，只要你比别人先动身，就可以用勤劳来弥补自身的不足。大家要记住哦。